在家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泡杯咖啡，这就是我们阿里斯顿的咖啡机。一贯作业流程从磨豆一直到冲煮咖啡是一整个流程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咖啡豆的容器、水箱，所以卫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用接水管。简单的图形操作面板让你很容易懂。我们可以同时煮两杯美式咖啡、一般咖啡、意式咖啡，甚至我们要有热茶泡水、冲奶泡，或者说咖啡的浓度、香味，我们都可以做调整的。所以说不用再到外面辛苦的买一杯很贵的咖啡，我们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享受自己泡的咖啡。